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这里两个小时，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为官之道。早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邻近国家，就像韩国跟日本，在他们现在所形成的文化里面，如果提到什么什么道，那个都是代表这一个行业里面的顶尖。比如说泡茶讲究什么？茶之道。日本他们很喜欢那个比剑，又有所谓的剑道。武术有柔道、跆拳道，插花有插花之道。在日本、韩国，他们提到这个道，代表是这一个行业里面的来到最高的层次。泡茶都讲究茶道，这个道里面它是含有中国禅宗所讲的那个禅的奥妙神韵，这个道它是含有艺术神韵生命力的，而且也是代表一种它是这一方面的最高级的出神入化的那一种智慧跟艺术。在我们跟大家分享里面会提到家庭和谐之道，那个都是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核心，包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为官之道，这个是为人父母官很重要的原则核心在哪里。我们如果能够掌握住的话，其他你就可以全施各种方便来利益一切众生。有的人也许会认为我没有当官啊，这个主题跟我好像不太切中我的需要啊。要知道啊，官有大有小啊。我讲这个官并没有讲什么大官或是什么特别一个对象啊。官有大有小，你在家庭里面你为人家长，你有这个长字辈就是长官呢。为人父母也是一样啊，你手下一样有属下。在公司里面，这个大家要把它应用到一切，你只要是领导阶层的，领导阶层的在家庭、在单位、在公司或是政府机关一样，只要你是领导阶层的，这个就是一个官，并没有局限光只是公务人员、政府官员，不是这样而已。大家要广回应用，这样一解释开来的话，跟你们有没有切身之要害、切身之重要关系，有没有？都有啊。不要以为说我没有当官，那这个我可以不用听，要听，很重要。因为这个攸关我们为人处事，包括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为众生服务、为民服务。过去已经过去，没关系，从现在开始，我们把《道德经》的智慧应用出来，来利益一切众生。请大家看第七章，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七章跟三十二章，下一小时还会讲到三十二跟十三章，因为这几章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希望大家把握住里面的核心要领。不管你是从事于各行各业，或是包括你是修行人或是道场住持，都一样，这个都可以应用得出来的，应用得到，都很重要。第七章，请大家大声的一起朗诵一遍，开始。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持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坏其身而生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这一章简短，前半段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的重点是在后半段。但是你后半段要能够做得出来，必须你要了解为什么天地能够长且久，重点在于以其不自生，也就是说没有自私之心啊，所作所为不是为个人啊，不自生就是不是为了个人而做了。这一种放下小我，放下自私自利之心，所作所为为普天下众生，你这一种胸怀，这一种作为，却能够让一个人的生命长生。真正的长生不老是这个啦，有没有体会到？不是在那里讲究我个人，我怎么去求那个什么长生不老术、长生不老药，那个你再怎么修再怎么厉害一样啊，没多久你的生命就会在人间消失了，只是慢个一二十年这样而已的。而且你死了之后呢，一样后代子孙很少人会去感恩你、祭拜你的。老子所讲的真正能够生命的长生，就是能不能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来利益一切众生。如果你能够真的这样做到，那你就能够如同天地一样长生不死。以前我们也陆续跟大家举一些例子过了，大家再回味起来什么叫做长生，为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能够令百代子孙、子孙祭祀不终止，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德行，不是说他们以前就是很会修身养性，练个可以几百年不死，不是这样。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注意啊，这里讲的圣人就是有智慧的人，那些真的有智慧的人看懂大自然天地所在跟我们启示，而且又能够流露出高等心灵品质的人，像这样的人呢，他作为是怎么样的作为呢？后其身，外其身，注意这几个字啊。后其身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把这个个人的名利得失都放在一边，做什么事情是为团体、为社会、为众生在考量，而不是把个人的我的德、我的失、我的权、我的利，不是这样。一般人习性做什么事情就是我都摆在前面，我个人要怎么样，我个人要得到什么利益，都把这个我摆在前面。但是有智慧的人，他了解天地运转之道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一样，没有那个自私之心，没有那种自私自利为自己谋私之心，没有，又绝对不会消极悲观，他做什么事情一样无为，又能够无不为。无为就是损人害己的事情绝对不去做，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事情能少就少，能够不要就不要。他的无不为就是只要对众生、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事情，默默去做，不推辞。在做的过程呢，又是用崇高的心灵、心态在做，这种心态就是
都把天下众生摆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所考量的就是为大众、为社会、为大家、为整体，没有自私之心，把个人的得失、把个人的利念毁誉都抛在一边。像这样的人，他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为众生在考量。你看哦，这样的人一般看起来会觉得很傻哎。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会觉得很傻哎。我们都是要我自己要先得到什么利益再说啊，你怎么都没有考量自己？有一些钱你就拿出去布施，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像我们都要怎么累积家财万贯呢、啊？这样我们更有钱，我走路可以更摇摆，可以更拉风啊！你怎么这样傻傻的，一有钱就拿去布施，去做公益？你看哦，正因为这种人他无我无私，考量的就是把众生纳入他的胸怀里面一体考量。这样的人他无形之中累积了很多的阴德，就算有一天他在这个世间缘尽，众生不会忘掉他。就算他还没有死亡之前，他活着的时候，因为他处处所想的都是为天下众生、为百姓，这样的人会不会受到爱戴？很自然的会受到众生的爱戴拥护。反而众生把他推在众生的之前，也就是说尊敬他，为人父母官，如果你所作所为真的能够把百姓的问题放在我们心中，以考量百姓为优先，个人的得失放在一边，能够这样的话，这个父母官一定会受到百姓的拥戴，一定会受到尊敬。你看他反而后其身而身先，百姓会尊敬他，让他在前面，而不是说那种自私我慢，认为说我很行，我很厉害，我要在你们之前，你们要追随我，不是这样。是一种让百姓感恩戴德，把你推在前，推出来尊敬你、恭敬你，那是因为你实际的阴德的流露，德者百姓，所以就变成为无意之中你不争名、不争功、不抢利，但是后面呢，功名利禄都会归你。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把个人的安危、把个人的利令毁誉放在一边，你能够这样考量的就是凭着良心为天下众生而做。父母官如果能够这样做，你看你的生命发挥它巨大的功效，受你恩泽的众生绝对不会忘记你，他们会回馈你更多。就算你在这个世间几十年生命缘尽的时候，百代后代子孙都会感恩你。这就是外其身而生存，体会天地之道的人，他所做的自然会这样，会这样，而不是说道德经里面说我后其身、哦、我就能够升仙，外其身我就能够生存，那我就要怎么样去设法让我可以后其身、外其身。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自我在作祟？又是自我在作怪。这个是你要体会天地之道，你自然的就会去这样去做，
而不是不了解天地之道，就是在那修修修，用修修出来的，这种用自我修出来的，那你后面一样，里面贯穿的自我狡猾的心态，我要得到更多的名利，以前得不到，我用这一招，一样啊，你只是换汤不换药。这方面呢，很重要，就是真的我们要来到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实实在在放下那个自我，放下小我，为众生为百姓服务。像这样的话，你看你不争名，后面自然名归你，你不争利，百姓自然把利归给你，你不居功，后代子孙自然感恩戴德。这个呢，你不可以欺骗众生，你欺骗众生，你一定被时间淘汰掉的啦。那都是实际做啊，自然的，你的生命就会化成为永恒。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这样的人，他展现出来那一种高等的心灵品质特征特性，无我无私。结果呢，因为你的德者阴德，一直的让众生子孙受益，子孙不会忘掉你，会感恩你，而且你的智慧你的德者会继续在利益后代的子子孙孙。只要你的德者，你所做的阴德跟智慧继续在利益后代子孙，你的生命就不会消失，你的生命就会跟天地同在。就像前面所讲的，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为自己。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无我无私。老子所讲的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不切实际，都是高等心灵高等智慧，而且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做到。我们继续看32章。32章这一章非常重要，也非常好，希望大家好体会之后，我们就能够大家一起来顺天之道而行。当越多人顺天之道而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包括人类都会受益。顺天之道，风调雨顺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把32章大声朗诵出来。开始。道常无名普，虽小天下莫能成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自令而自君，使之有名，名亦既有，故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辟道自在天下，由川谷之于江海。这一章就很具体的讲出来，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君。你看哦，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有讲到，当官的、为人父母官的，因为你的影响力更大，如果能够顺天之道而行的话，这个社会整个风气一定会祥和，散发出来的磁场会很祥和、和谐、慈悲，这整个的气氛磁场很好，大自然能够因为百姓大家的
体道悟道没有去破坏它，天地呢都很和谐。天地和谐的情况之下，大自然它有非常好的自动调节机能。天地大自然是我们大家的父母亲，当我们懂得天地之道，就像小孩子懂得孝顺，懂得孝顺父母亲会不会越喜悦？自然会很喜悦。喜悦情况之下，包括大家又顺天之道而行，大自然的自然运转机制都正常的运作，正常运作情况之下，很自然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绝对不是迷信啊，绝对不是迷信。现代的量子物理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起心动念会影响到周围的物质界。量子物理已经可以探讨到这方面了。我们的心念它是一个能量，是一个念波，波它就是一个能量，一个磁场，散发出去这些心念能量磁场，它对周围的环境就会起到相当的作用。这个绝对不是迷信。如果我们散发出的是嗔恨心、暴力、对立、冲突、激荡、火爆，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因为我们散发出去的是很激烈的那些磁场，对天地的变化也会越大。就像我们在这个大讲堂里面，我们散发出的是那些火药味，没多久很多人就会中毒。如果我们散发出的是祥和、慈悲、大爱，大家就是一家人，温馨和谐，这些都是事实啊，只在于我们有没有了解到而已，绝对不是迷信。老子在2500多年前就跟我们讲，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我们现在来看，道常无名苦，虽小天下莫能成也。这个含义很深。当官，老子所讲的那个猴王，因为以前中国当官的一些制度里面有公侯伯子爵嘛，也就是官位的一个尊称，而当到这个侯的阶段，那是代表王公将相，很高层次的嘛，也就是说高等的官员啊，高级的官员。这里的侯所讲就是越高官的人，越居高位的人，你的影响力越大，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起心动念，对天下百姓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老子希望政府官、为人父母官，如果能够顺天之道而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人类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看那一句话哈，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要守的是什么？要守的是什么？天之道，大自然的运转法则，大自然的特征特性。如果你不了解大自然的特征特性，不了解天之道，那你怎么守？你在守什么？要知道，这里是要清楚的了解大自然之道是什么，宇宙的运转法则是什么。一般百姓可能不知道，我们当官的人呢，你要先了解啊，先了解天之道是什么，我们所作所为就会顺天之道而行。这个就是侯王能守之，守的是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它会有哪些特征特性，我们之前也有陆续跟大家分享，现在再跟大家做一些补充，
让大家更了解天地之道，它的精神特征特性还有哪些。不是说只有这些哦，而是我们继续再补充它还有一些特征特性。我们为人父母官的，为人领导的，如果能够学到这种特征特性会更好，百姓会受益。我们继续看下来哦。道常无名仆，这几个字哈、哦、很简短。我很佩服老子，就是他讲话都这么的精简，但是每一字每一句却是铿锵有力。道常无名仆，这几个字很厉害，他把道的特征特性很精简的就把它呈现出来，解释出来。只是因为太精简，有些方面哦，还要我再透过一些幻灯片啊、解释啊，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为什么道是这样，什么叫做无名，什么叫做仆。我们现在来看哦，为了让大家清楚的了解，我们透过幻灯片，大家更容易去体会哈。现在要跟大家解析的就是那个无名仆。我们一般人都很会要广告嘛，自我广告、自我行销，对不对？我要打品牌，我要做什么那个行销，把自我推销，而且要前面写好几个大字，唯恐天下人不知，只要做一点小善要大吹大擂，我做很多善事，这是一般人。但是道在运转，累积很多的功劳功绩，但是从来不居功不炫耀，也不会跟你要邀功或是要出名。道它整个的运作运转利益一切众生，但从来不会想要出什么名，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常常是背后最伟大的幕后功臣，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他也不会觉得委屈，不居功不炫耀，只有一些人能够看得出，他就很欣慰了。你能够看得出的，那你就能够体道悟道行道，如果你体会不到的，就是这样要自我膨胀、自我宣传、自我夸大。但这种情况跟道的特征特性是不相符合，而且呢，道展现出来是那种仆人的特征特性哦。我讲仆人哈、哦，很多人都觉得人家西方别的宗教他们信仰的那个神哈、哦，那个上帝，老师说就是道，但是他们的那个道啊，他们那个上帝都是很特殊，都是这样无比的超级的那个很厉害的，他们都是认为那是高高在上的。你道德经里面怎么会讲他是仆人，是仆？不少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看不到道是常常展现出来的是无名与仆的特征特性的话，你找不到真正的道，你也找不到真正的上帝、真正的天主，你找不到。你以为他是在某个阶段才出现出来，你以为在某个地方才有，你以为要在很高很远的地方才有，但老子看到的不是这样。老子看到的是无所不在，而且呢，他常常是处在很卑微的地方来为您服务，而不是高高在上啊。
为什么很多人用信仰要去找上帝，找不到真正的上帝？用信仰要去找真主，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把那个上帝，把那个主，他想象的非常的庄严，一定要金光闪闪，在某个什么神秘的山头，什么神秘的山中才有，或是在他方世界才有，或是在某种特殊情况才会出现。你眼前你平常所看的，你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神奇，这个都不是。就是那些观念让你找不到真正的道。我很佩服老子的智慧，老子的眼光，他的穿透力竟然能够在平常之中常理是真人，在很平凡平淡之中看到道的浩瀚伟大。老子所看到的道，不只是养育一切众生，而且呢，又当众生的仆人呢。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认为说成佛的人或是那个修行大成就的人应该是在高高在上，老子跟我们讲，真正的成佛的人，真正的大成就的人，他们是处在最低下的地方来搭舞台，让大家可以成就，让大家可以把生命演出来。真正的佛，真正的那些所谓的大智慧者、大成就者，我讲的是真正的哦。真正的那一种德行特征的话，它是处在最低下的位置来为众生服务，那是道的特征特性啊。怎么看？我们现在继续看下来。道常无名苦，这个观念呢，会颠倒很多人的过去的认知，也唯有你把过去不正确的认知校正过来之后，你才会找到真正的道，你才会找到真正的佛、真正的神、真正的上帝。不然的话，你找的是信仰中的那个，跟老子所讲的真正的道，这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在讲那些宗教信仰，但是要知道，如果你不了解真理实相，那你就是停留在信仰的层次啊。真理是需要你去认清它，就这样。真正的道，我们的生命源头的道，在化育我们生命的道，它是无处不在。就像孔子所讲的道，它是不可虚于理呀。这个不是抽象观念啊，这个是实际呀，真的是就是这样啊。问题是你能不能把这一句话落实到每个当下去找到，去体会到，去认清出来。心灵成长修行就是要这样啊，而不是说孔子讲的那个只是一个观念嘛，到什么不可虚拟，那只是一个观念啊，一个哲学观念啊，我听听看过，知道文字上面意思，好了，书合起来，对不起，什么工作我都不要，我不想做了，我要去关起来，我要去找到，我要去修道。代表你不了解，很多人到处去找道，去修道。就像海中的鱼到处要去找大海，一般人是这样哦，他心中的道是另外一种很神秘的、很特殊的。就像海中的鱼，他认为那个大海是很神秘的、很特殊的，我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才能够找到大海。一般的认知是这样。这是在老子的故里明道宫那边拍的，我只是借这样的情况让大家去体会。很多人你到明道宫来参观参访，你也觉得这只是一些建筑嘛，感恩老子啊，谢谢他，
但是你觉得道在哪里？这里没有，我要另外去，我要到其他地方再去找道，我要躲起来去修道。对，那是一个过程，因为不了解，等到有一天你了解，你就会发现原来众生就踩在道上面。山河大地，土地是不是道？土地就是道。一般众生就踩在这个道上面了。你看哦，你从小到大，你哪些亲戚朋友让你踩在脚底下？有没有？没有嘛。你说我很有钱啊，我请几个仆人，有没有什么仆人让你踩在脚底下？没有嘛。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是在蹂躏别人，糟蹋别人嘛。那我们现在要了解道，最伟大的道，我们所有人类所有众生的这个源头的这个道，它是这样无处不在，拥抱着我们，贯穿着我们，而且呢又让我们踩在脚底下。您就踩在道之上，这个不是比喻呀，这个是实相啊，有没有认出来而已。您就坐在道之上，就坐在道的上面，踩在道上面，坐在道的上面，有没有体会到？这个不是比喻，这是真的。当你不了解的话，你就说我要到山里面去找道。你看很多人就到山里面去找道，在山里面去修道，我们不反对，不反对。如果他有因缘听听了解道是什么，来真的研习道德经的智慧应用，他就会发现原来你用错误的观念之间要去找道修道，越修离道越远。有的人上山去找道，有的人下海去找道，但是你知道吗？道就拥抱着你，道就被我们踩在脚底下。这个是实相哎，不是比喻呀，只在于我们明或无明而已。道，你看，就被你踩在脚底下，有看到吗？真的，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脚步，我们都踩在道的上面。山河大地是真正道的显象。我再讲清楚一点哦，你看到有形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是道的显象。不是分开啊，不是说显象出来之后就没道啊。物质就是道的显象，道呢就是物质又回归到无形无相。无形无相，宇宙的本体它分为显象跟未显象，并不是说显象出来它就脱离道，显象出来就不是道，不是这样啊。这样可以了解吗？支撑我们生命、养育我们生命的就是道。不要忘了，你不要在那里比的那么好看的姿势，还是不知道道在哪里，或是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还会在那里展现我慢，那就是多余的了。我没有在讲谁啦。我是希望大家哈去看到，我们每个人都踩在道的上面，也被道所拥抱。我们的举手投足，你不要只看到那个漂亮的人或是扇子，要去看到举手投足完全不离道。所以你看呢，道它不但长养五谷啊，而且呢
并不是说我是高高在上，跟你们人间我不食人间烟火，跟你们无关，我是在高高在上，在他方世界隔空加持，跟你们脱离，是不是这样？不是耶，道他确实是在长养万物，又不离一切众生。他除了长养这些稻谷之外，又被我们踩在脚底下，做我们的仆人，支撑我们的生命，当牛当马支撑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看到？很多人没有回答，有没有看到？这个不是比喻，是真的，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觉醒过来，有没有去认清这些实相而已。这就是我们是明还是无明。你看呢，道就被我们踩在脚底下，不只是男人啊，他也让女人踩在他上面了。道随时进出我们的身体啊，一方面帮我们洗涤污垢，一方面让我们喝滋养我们的生命，一方面又让你洗澡洗涤污垢。不要忘了，你在洗澡的时候，在淋水的时候，道有没有拥抱你？都是实相啊，只是一般人太习以为常了，觉得这个不是啊，我心目中的那个道是要很神秘的啊，我心目中的那个上帝是要很特殊的啊，要金光闪闪，那个才是啊。就是被灌输那些观念，你就找不到真正的道。道常常是当牛当马当驴为我们服务啊。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处处都在帮助我们，我们瞧不起他，我们利用他又不尊重他，还在践踏他，更严重的还在伤害他。就像有的人，很多人他不了解地球就是道，地球就是我们的母亲，还不断的在污染它、伤害它、焚烧它、破坏它，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道在养育我们，它是我们大家的衣食父母啊。道它就是这样，不争功、不炫耀，默默的为众生服务，无名，而且又当我们大家的仆人，道这样的在展现。如果你看得出来，你会很感恩，而且会升起惭愧心。过去我们的无知一直在展现我是、我能、我慢、自视、自负，伤害的很多众生不知道。当你有一天你了解道的特征特性，你会有惭愧心生气，进一步呢，你会很感恩，你不但会珍惜这个道，你也会学习道的精神特征特性，来为一切众生服务。道不只是为平民百姓服务，也为所有的高官王公贵族来服务，并不是说道只有王公贵族他们的特权为他们在服务，不是这样啊。大家有没有看到道让所有的平民百姓跟皇帝都踩在他上面，有没有？都是这样啊，所以都是平等心的来对待一切众生一样啊。历代的君王哪一位不是因为道来服务你，你才存在？你的官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样都是道在支撑我们的生命。以前的皇帝称为天之子啊，就是这样啊。父母亲养育我们，也支撑我们，
处处又在为我们服务。为什么说道它虽小天下莫能成？你看哦，你我他就像海中的这个波浪，道就是整个大海。请问有哪一个波浪能够让大海来臣服它？有没有？有哪一个波浪说我很厉害，我要你这个大海来跟我臣服，跟我跪拜？有没有哪一个波浪能够做到？这就是道，它虽然展现出来的是都是不居功，都是在幕后，然后默默的奉献，默默的付出，别人都不知道它的重要，看起来就是都是排在最后面，排在老腰，看起来是很小不起眼。但是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让这个道来向他跪拜臣服。因为你我他，包括你修行认为说在什么大成就者，在什么成佛，或是再厉害的那些大成就，同样的，只要你是有形有相，你都是道之子，都是道的演化。有形有相，你就是道大海里面的一个波浪。这个波浪它能够阻使这个大海来皈依他，追随他，顺从他，能够这样吗？不可能的。只是不知道的人会有那种狂傲，是代表自己不知道道。如果你清楚了解，你就知道你我他都是大海里面的波浪。你再有钱，官位再高，不管你的学问再高，什么大科学家，什么修行大成就者，通通都是道之子，通通都是大海中里面的一个波浪。没有任何一个波浪能够让整个大海来臣服它。并不是说大海它变成很傲慢，不是这样，而是道它就是法尔如是存在，它为一切众生服务，无我无私，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让道来屈服它、臣服它。这就是这一段所讲的，道常无名仆，虽小天下莫能成也。当你了解这样的精神特征特性之后，你就会体会到，原来道有这么多的特征特性，它虽然是看起来那么的渺小，但是它的力量却是那么的浩瀚伟大。如果没有正知正见，不知道道是什么的话，真的很多的修行会在那里搞迷信，搞偶像崇拜，很多的修行就会变成越修我慢越大，越修越怪异。正知正见非常重要。好，这个精彩的内容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分析。 OK。
竟然能够在中国